马思纯直播。10月10日，马思纯在直播中首次直面回应分手，趁分手不可怕，最重要的是爱自己，问心无愧，希望大家都能过好自己的生活。马思纯在直播中，马思纯称分手并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，爱自己和问心无愧最重要，希望大家都能过好自己的生活，不要轻易的评判一个人。直播中他面对镜头轻松的和网友聊天，看上去心情很好。据悉2017年3月，马思纯生日当天，马思纯和欧豪公开恋情。今年8月，马思纯与欧豪工作室双双发布分手声明，宣告和平分手。